好。对哦。老婆，干嘛？你那个 AirPod 可以找出来借我吗？我领钱再把那个要买的钱给你。可以啊，靠背，我不叫李玉轩。李玉轩是谁？我同班同学。你同谁？我的在这，我说李玉轩生日快乐。嗨，李玉轩，生日快乐哎！你啊。谁是李贤？我之前机商的同学，我跟他挺好的。好的，李贤。其实这边应该会有 NPC 啊。为什么没有嘞？玩家，快跑！快跑！那个大把的好不好？97。
息，一定要带出去，一定要带出去，好东西耶。好，可以散了。晒啦啊，哭啊！